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六，我是悠满。悠满，今天我们久违的来旅行了，各位。拍手，我先一个单手，是拿相机没有办法拍手。各位，这一次呢，真的是暌违已久的跟日本的县政府合作，拍这个观光影片，这真的是疫情后呢第一部这样子。为什么我的脸有点黑啊？我们换个方向好了，各位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人在这个静冈县，各位，就东京的中央，静冈县的东边，伊豆半岛。伊豆半岛这里呢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去这个伊豆半岛的西，就是西伊豆。那这个伊豆半岛呢，这里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。六其实从之前就一直很想要来的，这一次是第一次来，这一次的影片呢，绝对会有漂亮的景色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看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了。应该会有分两集，分两集，好不好？那斗龙哦，还有今天还有斗龙拍我们，各位。那我们就旅行开始了，累死过。今天除了六个悠满之外呢，美女竟然也出现了，各位。对，所以是大家一起来旅行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要去租车，开车到，因为我们这里其实要到这个海岸呢，海边呢是要开车的。所以今天我们都会用开车的方式移动。这里有地图，有地图的话就不用编辑放特效地图给大家看了，很棒，可以省时间编辑。跟你讲，现在我们的人呢是在这个中伊豆修缮室修炼局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要开车到这里，黄金崎クリスタルパーク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海岸，叫做水晶海滩。这里它其实是浅滩啦，然后呢，这里是可以开市游客，它可以开市游客的这个范围呢，很长到很远，因为它很远都很浅，所以呢，其实大家都会带小朋友来这里，这个海滩玩很安全的。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比较冷啦，比较少人，是一个很漂亮的海滩，然后它的海面呢，真的就是很清澈，亮晶晶，所以呢，它叫水晶海滩。这里是可以，就是来露营的，你看。它这里有这样子区分，就是一块一块的。我刚刚问了他们，他们是说，就是一个区分呢是5000日币这样子，要跟他们租。可以在这里露营的话，对面就是海滩，多棒啊，各位！在拿什么啦？这什么啦？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下一个目的地，这里呢是玻璃的美术馆。对，我们会在这里吃午饭。虽然我们刚刚已经去海边了，可是我们刚刚呢又没有下去玩嘛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呢吃完饭之后要去玩 SUP SUP。 我查的中文怎么讲，就是什么丽江冲浪，丽江冲浪。所以在这之前呢要先吃饱饱，各位，因为我很怕这种东西的，我很怕，就是因为丽江冲浪好像是要很吃平衡感。六呢其实平衡感不是很好，我骑脚踏车是来日本之后才学会的，因为我平衡感不好，一直就骑不起来，所以真的很怕这种东西，所以要吃饱饱。这里是一个很像美术馆的地方，在这种地方，嘉江突然了标出一个非常非常有感觉到艺术性质的建筑物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要吃午餐的地方，Koganezaki Crystal Park。这次呢，他们还有准备这种口罩给我们。这是在这个电视上艺人戴的那种口罩，各位，因为艺人
上镜要露脸嘛，那这种口罩的话会遮掉半边的脸嘛，难得就是镜头面前的六个 Yuma 这么帅这么漂亮，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可能要拍观光影片的话，就是他们觉得可能不好看，就要我们戴这个口罩这样子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各位，它这里有这个呢挡住你的，在挡在你下面，对，所以很稳耶，很稳耶。哦，这样子是可以露脸的，各位。那这样子很奇怪吗？很帅，很帅。谁呀？你家有吧？我们进来了，各位。所以，今天在里面呢，因为是有很多作家的作品，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拍给大家看，就是一个氛围，就是一个氛围。你看，现在呢，我到的就是刚刚外面那个建筑物的下面，因为这里的作品都是ガラス嘛，都是玻璃，所以你看，整个这样子看下去很漂亮哎，对，亮亮晶晶的，各位，不晓得，因为有点让不晓得这个相机有没有办法表达出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去这个万花镜，然后这里是可以自由拍摄。哇，奇怪，它是有很多万花镜在桌上，让你去体验的，有吗？这个也是吗？这么大的也是万花镜吗？确定？怎么样？哇，通过镜头也很漂亮，你看。它会动哎，真的哎。放大。这里呢是他们这里的员工制作的，各位，因为这里的员工很多都是就是玻璃的艺术家，所以看他们自己做的 Mangekyo 万花筒，对，每个都超可爱的，好想偷一只回家当成是我们家的 Interior。 对，可爱的，回来这是什么特别的体验啊？这是专业的一些大师制作的望远镜，不是望远镜，万花筒。这个专业的人士做的万花筒到底是什么世界？我来帮大家体验一下。这是在前面转吧？哦，用手机的话就可以直接当成是你的眼睛放在这里拍，各位的话就很漂亮。看。你要帮我转，きれい。真的，这个真的好像自己在看的感觉。你转它好像生物一样会动的，有没有？它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你转一下它会像生物这样子会动？各位，你看我只转一下。各位。这里呢有一台世界最漂亮的这个 Mangekyo 万花筒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嗨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。せーの。不要吗？这个是合作影片的。那いただきます。あれ？它的果冻很好吃哎。我们的午餐来了，这个是帕尼尼，意大利的热压三明治，各位。帕尼尼。你的是什么？猪肉？pork。猪肉，你的是？他们气质。哦。真的好吃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去丽江冲浪了，各位。既紧张又兴奋的。
各位，刚刚我们拍这个万花筒的时候嘛，不是有把这个照片放到 Instagram 嘛，然后就有 一位观众呢，他就跟我提到说，这个黄金期这个地方呢，要到他的公园去看夕阳。那我们今天其实会在这个公园的下面这里，就是玩那个立桨冲浪。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公园，虽然没有夕阳可以看，但是这个公园真的很漂亮，各位。你看，这个地方，黄金期是我们刚现在在这个地方嘛的，这是它的公园。你看，这里呢面向海，然后右手边那里有富士山，对，整个很漂亮。对，富士山在那边。富士山在那里。哇，富士山今天它上面没有雪，然后有一点蒙，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到，各位。对，如果这个天气更好的话，富士山应该更漂亮。然后这里如果真的可以想象说，夕阳如果可以拍到出来的话，真的会很漂亮哎。这一座岩石山呢，很像马，马的形状，你看马的脸嘛，有没有？侧面看，上面那是它的马的毛，有没有？然后眼睛形状有没有？整个像马一样，不是有马哦，有马在这里，有马在这里。对，还有你看有人在钓鱼哎，他们是怎么过去的？那里？他们怎么过去啊？超棒的，在这种地方钓鱼。好，各位，那现在呢，你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可以玩这个立桨冲浪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你们刚刚看的公园的下面这里。那刚刚就听了说明，就跟他们就是开会之后嘛，我们今天的拍摄呢会有drone空拍机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体验的时候没有办法拿相机嘛，然后就特地这一次租了一艘船，在船上拍我们玩的样子，超兴奋的，大制作哎！我们第一次旅游拍成这样，各位，所以不晓得会成为什么样的这个画面，就希望说可以把这个漂亮的景色给大家看。很奢侈。奢侈。奢侈哎，从上面从外面拍我们。对啊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可能玩到一半会有这个夕阳在我们的背后，因为这个伊豆半岛，尤其是西伊豆这里的夕阳真的很漂亮，对，夕阳真的很漂亮。那就希望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。好，各位，那现在右马他又去换衣服了。那我现在六呢就要穿这个 life jacket 了。对，这个怎么讲？安全救生衣。救生衣。救生衣。哦，右马也穿上这个了。我这里头，我这边怎么？我up什么意思？对，今天的老师叫总先生的，早上好，大家好，都超幽默的。我各位来了，这个是我们炒饭的。炒饭用的。じゃ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れがサップのボードで遠くを見てにっこり笑って漕ぎます。にっこり笑って。そう。はい。そこ大事。押し込みながら膝を曲げて。そうするとこれがね深く水に入る。上の手で押し込む。押し込む。はい。你大概知道要怎么样左右左右的各位，只是说实际到了上面，不晓得会不会紧张。应该会紧张，我怕，我最怕的就是站不起来了，最怕的是站不起来。これ持ち上げて、はい。それ脇の下に抱えて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ここに抱えて。これでかっこいい。そう、ねにっこり笑って向こう向く。他说这样很帅。はい。这个要绑在脚上面。对。これ落ちてもボードから離れなくなるので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もうほぼ込むってこと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顔ないで。パドルを短く持って、肘を伸ばして水に押し込んでみましょう。ぐっと。そう、ぐっと。はい、もっと押し込んで。うわー、今押し込んで。もっと押し込んで。今完全可以耶。いいぞ。对，我们现在是坐着的，各位。我们现在是坐着，我们现在还不能站起来，先坐着练习。对，因为站起来是比较难的，也比较用力。よし、行こう。おー、今去了、厉害耶、すげえ。いいね。よし、じゃあ行こうか、デュさん。はい、いや、怖いな、でもしかし、いい。很漂亮耶、这个海。你可以放大拍一下。とても綺麗ですね。綺麗ですよ。透明ですね。ほら。綺麗ですね。いや、すげえ。ここに手を、壁を置いて。はい。The sun is shining 24/7 Cause when we're together It feels
feels like we're in heaven. If it will get dark, you'll be my million stars. I know I can lean on you. 20分钟，如果他出来的话，可是现在很多人在等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呢，还有就是今天跟我们来一起摄影的，大家都在等，对，所以希望这个夕阳可以出来，大家一起看到，然后拍手，好不好？